大家好，又到饭点了。女儿说她想吃番茄炸蛋了，还想吃年糕，所以今天就做个番茄炸蛋炖年糕。番茄切丁，番茄含有基碱、番茄碱、维生素 C 及钙、镁等营养成分，再配上鸡蛋更有营养。年糕切片，这年糕好吃，但是太费手了。将切好的番茄丁、年糕片备用。由热开始炸蛋，炸定型后翻面，再炸10秒就可以出锅了。鸡蛋金黄金黄的，太诱人了。锅留底油，蒜爆香，加入提前切好的番茄丁，加入食盐翻炒，炒出番茄汁，加入开水，水开，放入年糕和炸好的鸡蛋，继续大火烧开，再加入少量淀粉水。香喷喷的番茄炸蛋炖年糕出锅了，配上大米饭，太香了，汤汁太鲜美了。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感谢观看，记得给个关注，谢谢，下期见。